就係亞洲電視，即刻同埋佢哋以往咧就係喺意甲、歐聯咧有啲咁多咁，同埋而家咧都係被球評家咧希望佢哋能夠。再話呢下咧一開波咧已經見到咧，截至有機會都唔係咧。又話呢個波漏完之後馬定良扭扭，扣得靚去埋再點前，哇亞倫落到底線啦，林慶龍出到埋嚟中路。兩邊咧係減少咗米高域啦、馮繼子啊同埋沙維積三個中路守將，因為漏洞比較少啦。好啦，越位呢條波咧見到啦，雖然啊已經係跌咗個越位嘅位置上邊。你未有嚟到香港噶？潘莫迪有追過，哇！真係大嘅潘莫迪。啱啱仔歐洲五大聯賽都係組員嗰只嚟噶，呢個彈咗個角球，其實出咗底線啦。今日見到啊潘莫迪咧喺前線咧，但係都幾有威脅噶。睇睇祖雲路嘅角球先啦，射啲嘛，哇！喺嗰度真係屎屎射都呢下咧，將雙手咧都幫人扶翻出嚟。你都可以話咧係球隊成立咗之後咧，有個佢嘅作用。好啦，祖雲路域又埋嚟開啦，單手急線。之後他會退休，在這個球彈過來沒有到位，波利路上去的可能未必會繼續他的球員生涯，希望就不是了。實際上今屆表上也希望盡心盡力，有多少比多少，這下入接超真功今天行出，兩球球是行出的情況之下，加拉石推得幾上，在這下就是球證這下埋他們掃到米高域，終於就是個龍門球很正啊，得住擔住個位置，如果係叫住你個波，咁啊你呢樣嘢咧，真係俾我就好清楚啊！咁睇下，翻咧亦都係入到西班牙沙真奴，越推越埋沙真奴過咗關㗎啦！第一個得靚啊，靚嘅原因就係話咧，一推少少位咁啊，咁啊當然啦，咁啊面對住咧係我哋開波前都提組織機會咧就唔係好多，變咗係要真係靠一啲遠射試試啊！對睇你啊，1-7費通啱就係大敗㗎，但係嗰場波你都講啦，似乎費通啊中咗少少啊，好似喂都有得打嗰只嗱，踢波又最怕就係咁，係砰砰聲咁啊，開波係幾分鐘以為一兩。好啦，傑志要進攻，咪差咗好多腳㗎啦！呢行直講話，喂，呢個曼聯都冇阻我前進啊！有一路想壓啊，潘莫迪，哇，有腳法啦，潘莫迪今日飛八號嘅球衣，呢個富咸嘅球員頭痛瓦國腳，曼尼咪犯咗咧，潘莫迪，阿馬田尼咧都係第防正舉旗，而家兩個角球，第二個罰球嘅死球啊！好啦，傑志近中咧，每個球員都幾集中啦，同幾認真啊！好啦，呢球波 set 翻埋中間，路途咧始終有距離，而家都賣俾阿，即係喺意甲咧就上嘅機會就唔算太多。呢球波俾得靚啦，貪翻埋佢咧，其實佢都醒啦，唔貪功啊，林宇係有一個直線啦，想俾舒夫真高落底，下年肯定不會留隊，其實可能會去到公司個保頓品食位噶。咁嘅球證咧就係陳兆基喺左路啦，兩次嘅入射乜？除咗話一個比較密，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啊，起碼就話咧係莊越位唔係咁簡單。穩陣腳，哎呀，可惜呢球波咧就～攞波咧，呢個米積路域，潘莫迪射唔射佢？唔射佢，俾翻祖雲路域搶埋嚟一個入射咁少啊！我亦都見到咧，呢個波斯達古達咧食個鬼過嚟啦！呢個咧係卡拿迪斯，你睇啦，要玻璃路喺個左路斬埋嚟，哎呀！但我知個波有少少彈跳啊，啲波亦都擒得好靚。打到上半場嘅15分鐘，仍然咧雙方仲係打成咧呢個0-0平手。我嗱亦都唔去，俾翻後邊啦，波斯達古達波啦，睇下到唔到沙維積頂猛。因為沙維積嘅步嘅位亦都相當，再抌翻出嚟啦，俾咗馮繼志，而家即咧嚟到咧進攻，不過可惜又唔成功啊！喺後邊咧冚上嚟咧助攻啊，阿拉姆蘇斬個靚波啦，中埋中間啦，攻咗翻喺外邊咧借翻嚟嘅，好啦，奔躁壓住咧呢個艾莫迪安納喎，呢個後洲咧睇下機會攞多嘢啊！如果唔係啊，呢個波啊，嗱呢下咧就埋風位咧，埋身埋得好啊，唔限換人噶，咁啊其實有好多嘅後備球射手啦，前左腳王。跌亞式助攻，第一時間 set 佢落點，唔太曳噶。潘迪開唔開到紀錄啊？潘莫迪最大噶，邊能夠壓到個位？冇錯啊，咁啊真係當啊！你冇啊入你冇，我知道成個個環境啦。最終咧係呢球波亦都係憑佢個機智啦，咁啊唔好立亂有翻咁上下啊！有得成日格魯吉亞國腳嚟噶，咁都係投訴緊。前面陣腳可以俾直線咯，俾埋嚟中間第二。阿真奴嘅話咧係攬翻波入嚟，就攞得麻麻地嘅。場嚟講咧，接近我哋港波箱呢邊左邊都算幾難。咁啊，落完雨之後咧，見到啊，今日當然啦，咪都有好難塞得咁密啊，都係叫做唔係咁茂盛嗰種。咁又係啊，見到啊，哇，今日好高型啊！啊，佢哋今日揾兩個外援球員翻嚟坐陣，加上咧呢個咧係左右嘅洪繼志，落點都唔錯啊！咁啊，大比啊，布列治咧就執住抌啊！開完角球出嚟嘅沙真奴又攞住咯喎，又打埋超過機上，已經見到米高域咧成個瞓落去啊！咁啊好在一瞓之下咧個波翼個波，出翻過嚟啦，俾一布列治，再俾翻啲幫助，
落底線撳出嚟杯啦！哎呀，呢個波你落喺射嘅時間都拍跳嘅入接唔到啊！我啲分度入接唔到啊！球波俾得林慶雲，啊林慶雲出呢啲叫做簡單直接嘅波係搏一搏，咁但係見到咧大家反擊嘅速度都係比較快。特別是在李慈陽的，當然看到傑志的反應也是不錯。好了，這又幫過球開球了，在歐洲這一刻就接過個球幫過來沒用了，懂了，因為今年就上陣時間不夠，因為受傷關係，所以而在整體的陣容當中走在他的玻璃路了，直線他就不讓，沒錯，事實上就沒什麼著數了，他在前面看看球先看看玻璃路，這下有少少的呢啲系俾波利路咧，要仰过佢，压咗。又快啦，个波过到人墙，果然系射得中啦。系个波马由于角度麻麻地啦，但系劲度咧真系相当之犀利嘅。好在小国基啊，亦都系解围啊。好啦，好塔啦，佢啲沙质无弱，将禁区推顺咗，一出两。咁啊出啊，算出得靓噶啦，特别系摆住咧系先系华丽斗石，有机会上嚟助攻啦。望前边，而家走位噶啦，波利路到唔到？嗱，波马电嚟有两个队啦，咪叫做咧系。忍不住係嘛，採取主動啲嘅踢法啦。咁啊，觀望睇呢場波，唔知係咪想即係叫做掃下科里啦。啊，呢又話哥斯達古達，古達今日好靜嘅，因為後邊咧有時有啲球員咁諗，佢又唔盡力，唔盡力之餘咧，佢又咧係驚出醜。好啦，保留住呢球波射似樣好嘅，小羅邊。我哋有個香港隊嘅門將范俊業對皇馬個機會唔會，的而且確揞得好正。係啦，勁度啊，所以都有小國基走到中路八點以外咧係空位啊，所以呢個除咗俾佢自己機會俾咧，就係小國基啊，哇，佢自己都好滿意啦。好啦，馬甸尼睇到定阿速過曬頭，一比零嘅機會大啦，哇，呢個波都收成吞龍門嘅位置，大岩布斯尼睇個勢咧都唔敢去到盡。冇錯啊，事實上我哋睇到馬甸尼個功架，今次迪安娜埋嚟斬啊，外彎波頭槌頂到佢個玻璃底啫。啊，玻璃路啦，身高係一米八零。啊！前意大利中佢啊，有輪啊，有攔噶啦，好啦，俾呢個空位噶，馬甸尼一送出嚟，靚啊！射唔射到？再入禁區，唔射得，射埋出嚟有冇啊？哎呦！好啦，而家呢個波斷身射有冇？射唔射？射埋。制啊！如果呢個波佢唔片身又唔掂啊，一定望噶啦，佢有時咁樣望，乜抽翻去，咁啊唔知佢係咪咧？下半場中上半場中斷之後咧，其實大家個反擊嘅情況咧就積極啊，睇佢阿布斯尼先。似乎身高嚟㗎，拉個地方冇用啦，我哋接觸下啦。今日睇直播嘅球迷啦，可以同大家講啦，馬甸尼頭先落底線嗰下啦，喺今季極為罕有，係鬆散咗一啲啊，嗰個熱身嗰度即係好求其嘅嗰個熱身。真係有料到喎，咁啊結果咧要咬實牙根多啲啦。好啦，呢個波想話俾佢變咗咧就係傑志嘅自由球啊。超國基亦都唔識，一見到咧呢個咧係艾莫拿安迪咧埋去幫佢，係啊，咁但係佢一轉身亦都有人埋嚟逼佢，就係馮雞茲、布列茨斬咗個頭，幫佢有冇越位呢個波？有少少。我都話啦，蕭國基近住，咁但係好在咧，蕭國基嘅翻身辦法咧打開記錄啦。呢個長板都一樣，但係呢個俾波利路傳中，入出禁區就唔通得㗎。波利路傳咗身後落線一個，港代表嘅門將咁好嘅表現。當但當其時嚇，唔可以喺第一時間咧要分得呢個波俾波利。今日最唔順嗰個啦，查可能係沙真奴啦。睇下呢射波布洛茨，頭先射過，頭先都係呢個鏡頭。啊，普迪路話你得知。又是咁樣，呢啲入唔入？布洛茨射兩個，亦喺開波冇耐咧，喺鏡頭以外又發覺咧，有球波其實咧係夾硬嘅射埋去咧，沙真奴都幾球場。哇！我哋據聞啦，呢度係有百幾個 AC 米蘭嘅球迷，球員啊爭咁兩三班噶嘛，冇理由嚟到呢度咧係真係慢咗，同埋加快咗個節奏。咁啊，始終就係 AC 好理地噶，咁變咗就發覺佢哋咧就係認真程度又好啦。嗱，有教練講策略題啦。44歲嘅佢啦，其實八期喺結婚之後啦，佢喺球員啦、教練啦，好似講過啦，11人嘅正選名單啦，咪10個都 AC 米蘭嘅借將啦，悉數上陣好啦。啊，我心裏邊嗰句啦，第一句能夠球衣啊，防守中場嘅達拉保拿啦，呢、這個前車路士嘅球員咧，亦都係入底。我錯失咗係一兩個機會嘅波利魯咧，係佢入去啦，反而變咗傑志啦，佩迪里咧已經會入嚟噶啦。睇下呢個前線串腰力與角度，有啲人話佢踢得唔好，有啲就話咁啊。如果睇佢咧喺印尼嘅國內嘅足球咧個踢法咧，都係比較就話喂唔收腳嗰只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最終希望球賽咧處理得好啲咧，就唔會咧係大家印尼嘅威水史啦，同埋 AC 米蘭喺意大利嘅威水史啦，不遑多讓。好啦，咧叫咧係狀態方面影得麻麻啦，加上今日天氣咧，亦球員都幾攞命嘅。好啦，呢球波似樣啦，做嘅傳中。舒夫真高嘅球水，咁啊呢啲叫做咧係一啲叫做係啱啱過曬傑志後衞嘅球，呢球都係啱啱
AC 米蘭今屆嘅賽事裏面咧一個板嚟嘅，啲係入清哥嗱，睇住佢入射嘅時間，沙真奴差形勢，要讚就讚舒夫真谷禁區邊附近都唔好入住啊個位。咁啊，某個程度上咧，咪淨係掛住咧係沙真奴出唔出到波，咁當然啦，當然啦。好啦，由汪潘莫迪，哎呀，我仲有機會啊！嗱，賓曹冇越位，啱咗，執到保添，賓曹點知就仲要執個波，嗱，撩翻埋去，佩迪里一撩，啱啱咧就突咗出嚟少少。咪睇下呢位嘅球星啦，經過咗一年啊冇翻落自由身之後啦，見到 AC 班球員都係好咗，哎呀，呢個似樣嘅。呢個波係啱啱嚟，不過佢補出一句嘅，好難話爭得成。安察洛提啲經驗好佢咁多。你當左邊啊，右邊嘅艾莫迪安啊，喺西籍嘅外援咧，咁啊球先喺中場有個佩迪里，俾佩迪里，佢唔俾咧踩後收，避過咗對手，呢個名都啱嘅。好啦，睇下換邊個賓曹啊，或者嚇李偉山咁入替啦，呢個咧賓曹啦。系咪斩咗嚟？斩啦，斩过嚟远处，佩迪里俾啦，呢个佩迪里去冲噶喎，应该吓。咁啊，佩迪里就呢条波争少少啊，似乎咧前中后咧嗰个平衡咧系做得比较好啊，暂时。再俾翻后上嘅艾莫迪安娜，冲都冲。佢俾多啲机会佢。今次佢又唔系啦，佢整得直线啊！哇，入球啫，我都系后防嘅主力啊，一路食住佢个波打唔到，再俾翻沙真奴，沙真奴依次先系斩攞定，俾咗过嚟潘莫迪。潘莫迪轉身射埋，呢個波有少少彈跳。咁啊，有咩睇定係省嘅呢球波？費奧利都未受到任何嘅考驗啊！好啦，斯洛尼，麥近近地喎，今次亦都踢過 AC 米蘭喎，杜加里。咁啊，最新咧就係陣嘅有迪安娜啦，迪安娜咧就上半場唯一 AC 米蘭球員打正選。好啦，呢下咧就博咗個犯規啦，你咪想射啊？唔係，原來。咪切落嚟啦！幾大拿住個波，哎呀，驚你快開啊嘛！而家睇下蕭飛個，睇下依個四球點樣處理先？射埋接住，真奧於個腳球相當之勁同埋重啊！咁但係今日都好啦，輪到咧依個咧係阿拉烏蘇蒂傑治咧插到啦，冇錯，俾佩迪里嗱，睇下邊個快啦？咁啊，梗係馬田尼快啦，人仔細細。依個咧鄭少聰啦，我哋鏡頭捕捉到嘅就係鄭少聰。一傑志嘅教練啊，都係傑志嘅教練兼球員嚟噶，所以話佢哋傑志咧外援越好咧就變咗就好啦。好啦，睇翻呢個罰球，十八分鐘嘅咯，比數咧都仲係一比零啊。AC 米蘭咧，呢個傑志咧就錯咗埋嚟，又俾潘莫迪去哨啦。哇，係博埋咧個界外球添。係啊，球證嘅陳少基睇唔到，雖然佢省咗阿拉烏蘇心口度捉下捉下，出禁區，條好機會啊！潘莫迪，莫迪冇辦法啦，俾對手亦都係殺到埋嚟咧，伸咗一篤啊，速度好快嘅。好啦，呢球波 A 出球出球真靓啊！呢球波咧两个接夹惯嘅咁一粒就吉入去啦，结果啱啱禁区。冇错啊，呢下其实都精啊，精嘅边个啊马甸尼啦。咁啊喺禁区外啱啱见到。啊好嘢啊，佩迪里呢球后抽正嘅射手啊，咁啊罚球又好啦。打睇嚟都系祖云龙嚟啦，错仲加拉射，向头射得靓噶，两门可又要一个。快速的動作咧，係冇辦法咧，及時咧係追截到嘅。呢下潘莫迪見到佢嘅功架，我哋都話啦，佢一個好人。佢睇下佢突然間再插係嘛，嗰下好啦，再翻埋啦。嗰次大古拉已經慢半步啦。對啊，嗱睇下先啦，呢個波落到底線啦，沙真奴傳個，哎呀，入替馬甸尼啊！傑志嘅進攻組合令到馬甸尼落地，令到哥蘇。講真啦，今日我見到呢場波啦，喺睇意甲嘅賽事咧，都有機可乘啦。好啦，沙真奴又嚟啦，呢、這個波傳出嚟，等斯洛基死啊！當然啦，咁窄位沙真奴都難出噶啦，出到邊繼續俾斯洛基斯嚟啊！唔好意思，可以話咧就係 AC 米蘭今日較為啊低啲咁多嗰個啦，就又係一個高波掉埋去，等斯洛基通下喎。見到呢個李偉安東連尼啦、當拿迪啦、丹尼尼啦同埋列。好啦，咁其中咧就係布都係準備好列當度嗱，最後一場啊都唔係著咁啊踢埋對新波一場波啦，如無意外啦，列當度將會同埋 AC 米蘭嘅隊友是
真係唔知係咪我講嗰句一樣啦。咁始終就係香港球隊啦，係贏唔到波嘅。之前咧，通過南華、星島啊、東島都能夠贏曬。咁當中森多利亞6-3贏星島啦，4-1。好啦，又有調動啦。咁今次輪到咧就係熱刺嘅調動，俾阿貝迪起啦，算啦。好啦，又貝迪起又得，好啦，又係貝迪啦。球迷肯定唔捨得佢走噶啦，貝迪再俾翻貝迪，再貝迪壓起又俾佢攞翻，打個紅刀，哎呀，中間就唔回事。如果自己隊友入噶。嗱，馬甸尼雖然被換出啦，但係其實舒服都冇嘢嘅，果然啦，對佢動作啊，所以㗎，正武舉旗可以㗎。好啦，擺過埋啦，張傑保持你啊，個人梅開二度。嗱，當然啦，第一球潘莫迪嘅一傳，加上仲有9:15嘅時間，話咧自己國家裏邊咧好夠球迷歡迎嘅射手。但係今日香港呢場賽事咧，貝迪利咧就顯示出咧佢自己咧掌握入射嗰個時間咧，真係係佢嘅殺手鐧嚟㗎。助攻啊！佢話自己隊友傳得好啦，咁佢令到費奧利啊冇計啦，咁啊費奧利都係喺前嘅球遮遮之餘咧，自己係捉錯咗路啦，啱啱好啦，走喺佢自己國家嘅隊效力嘅時候咧，咁亦都係同森多利亞咧意大利嘅球隊啦，咁啊叫做咧有數面之緣，呢場波咁啊能夠又俾翻當拿迪喎，兩個人嘅立壁之中推埋射埋。唐哥冇力咯，因為射空門可以射，但係佢都唔射。咪最後咧再嚟個打埋中間兩個人盤接過之下咧就係、是、入球啦。不思機岩佛薩解圍喺呢度打咧，俾人踢住咗五點嘅六點啦。睇下呢個波射唔射到？一射中打咧，最後咧就俾咧傑志啊解個圍咯。貝迪里吸過埋舒夫登，就係劉傳坤啦，俾咗李維山。不堅擊都係佢哋嘅，我係殺手鐧啫。亦都成住兩次嘅反擊，再一次第三啊！我哋見到陳少琪呢下突破，以為陷阱又成功嘅喺右路，好似出個波咧係塌塌地啊！貝迪里都好嘅，阿拉古蘇後來嚟麻麻地，甩咗腳啊！俾迪戰生射唔射？唔射住喎！而家嗱面對龍門可以戳㗎啦，果然就戳！阿陳少貝製造企圖回開二度。開心到不得了啦！見到咧傑志咧係可以喺呢場波度係最終係取得個勝果嘅，加上雷哥斯達、薛多夫同埋湯馬神，如果唔夠佢哋衛冕意甲聯賽冠軍同埋挑戰歐聯唔緊要。啱啱我哋影住教練安薩圖提已經成功同埋球會啦，係收購到來自拉素嘅荷蘭中堅史譚，同埋前法國國腳啊，都唔可以講前嘅，仲有機會嘅。年屆30歲嘅多拉素咧，由里昂加盟，加強佢中場實力嘅。呢班波夠唔夠 AC 米蘭仍然成為意甲嘅班霸咧？咁啊，呢樣嘢嗱，真係要睇下佢哋咧喺整理啦。同時間就話，其實伊安扎洛提佢執教嘅經驗咧，只要有手上嘅話，肯定咧一定咧係可以係交到功課嘅。哇！咪等下老將陳志光嚟最後完場，你都係隊長。由隊長以主人家身份碰到，咁而最後話簽緊名。可惜咧，佢一射嘅時間咧係完全冇力啊，咁啊益曬咧呢個蕭國基咧就將個波接翻住。好啦，我哋恭喜阿拉烏蘇嘅射將啦，來自富咸嘅葡萄牙嘅潘莫迪。最後教練鄭少聰啦，亦都係啊同埋陳慶榮啊助教啦，咁都係佢呢個冠軍杯。我哋唞唞啦，翻嚟做最後嘅總結。